我感觉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一次InnoVex 举办的迷你沙龙。那觉得很高兴的就是看到有许多那么多国际的新创团队，那他们做的题目呢，是非常有趣，特别是跟 IoT， 然后跟 AI， 那甚至是 Edge 相关的一些应用。那对于一个就是像台达这样子很注重新创的一个新技术的一个公司，那我相信呢，就是他们这些新创不仅会对我们会很有启发性，那相信也会对整个台湾的这高科技制造业都会有很大的一个互相的帮忙。